肾脏俗称油剂，是人体过滤有毒废物的重要器官。一旦发生病变衰竭，就得依赖洗肾才能维持生命。油剂指数吼 1.5 啊，但是这回 1.3， 确实是有进步哦。慢性肾病能有效治疗，民众务必控制三高，留意泡、水、高、频、倦等临床症兆。智慧蓝医守护爱提醒您，出现警讯立即就医，持续追踪就能避免洗肾。